Hello， 衣领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Black Ace。可以特别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成员是对类型蛋糕吗？我右边的是空气，又来了。从左边开始。大家好，他是 rap 担当呀。好土啊！在说这种梗。我旁边的是小王子担当。耶、yeah. ，那我旁边是，一定要多拍一下腿是吧？说话担当。哦，我右边的是可爱担当。我右边的是 vocal 担当。我右边的是主舞。我右边的是舞蹈加肌肉担当。右边的帮我拍一下大腿。我右边的是杀马鸡担当。什么杀马鸡？马杀鸡，对，马杀鸡担当。就他的头发今天是跳染了。时尚单品鞋眼镜吧戒指我不喜欢戒指我们都不戴戒指耳钉戴戒指项链、哦、我是手表我必须要戴手表但今天没有戴那对内心最不会撒娇最不会撒娇It's me 我也是你俩都很会啊很会啊干嘛这种谦虚啊没有他俩很会的很会的彤彤觉得彤彤是很可爱的，你觉得谁最不会撒娇？最不会撒娇啊，陈顺吧。哎，其实好像是奶茶对吧？你是有良心的，我是真的不撒娇。啊，你是没有见过。他们是嘴上说不撒娇。你是没有见过。他们是嘴上说不撒娇。奶茶，哎 ，AJ 要不要证明一下奶茶是不是经常有撒娇？因为他好像很少撒娇，我没看过你撒娇。对吧？我连拍照都不撒娇。他都是说走去吃饭，然后请大家吃饭，就是他没什么在撒娇，就是感觉就像对吧？然后左边，有些场合你不在，左边他们俩就是每天说自己不撒娇，然后每天发那些视频，我就在那一面，那一面我没开发到，对不对？陈顺，顺哥假笑，因为假笑男孩，假笑男孩，他微博上都是假笑的，然后还露白牙，然后PS过的那种标准龙号，他有一张图片是绑两个小辫子在网上，啥？啊，女装的那个。你有用过什么表情包吗？就是聊天中。我用过奶茶跟龙号的，都会用，都会用。哦，奶茶的，然后照片的，你为什么 AJ 的？我的也有。彤彤吧，为啥？就彤彤虽然看着很弱鸡，但是通过前两天我俩一起去了一次密室逃脱，我对他印象改变非常大，就非常有担当、有责任。就是我很害怕，他就会一直抓着我，然后就是他自己也很害怕，就一直在尖叫，但是他就死死抓住我不松手，我又觉得。很有责任，不像龙浩先生，看着很靠谱，然后一到密室逃脱自己一个人跟猴一样，就人，鬼刚出来，鬼还没出现，他人就已经不见了，然后留别人独自，哎，算了，不要说了，彤彤，我觉得这个很好。那听说你们中有一位见过业内前辈，好多次都没有回应，有的人见过一次就回应，为什么？你别看了，旁边的两位啊，我见了一个非常。小时候给我童年很多就是我的经历就是能让说哎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就这位老师就是成龙老师嘛就成龙大哥我见了第一次是鸟巢的活动然后第二次是冬奥会第三次是一个扶贫的活动然后第四次是一个成龙动作电影周嘛我记得特别清就每一次都见到了成龙老师就四次但是没有一次像霹雳那样哎一次就跟老师有些东西是缘分因为有些时候刚好岔开了那天晚上其实是想要大家一起去但是去的话晚上了嘛就比较怕打扰到大哥下次还有机会的吗我觉得会我马上快合影了慢慢来嘛对不对什么风格都会听都听对只要是好音乐 对吧对我会听 Black Ace 的歌官方一点真的吗对我买了要我怎么听呢有啊就是大家只要工作完大家都会非常开心的往家里跑彤彤代表
就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我这个有点官方，能不能来一个不官方的？我让最不官方的人汪迪来说。我吗？叹了一口气。那不用叹气了。没有没有，我们是感谢。感谢。不是，就是很官方，就很感谢你们还在，然后一直在陪伴，然后支持。其实真心的话往往都很官方了，也不是说刻意官方。对啊，就是谢谢啊。对，然后很有感。